大家好，我是小勇。现在中午12点钟了，朋友们，又到吃饭的时间了啊。今天中午呢，看了看，就是说一些骑行的创作者啊，跟他们学习一下，都需要买什么东西。自行车上面的手机支架哈，需要的，这个不是哈。我在网上订了一个，还买了这个帐篷，花了149，还买卡式炉，还有充电宝。充电宝呢，买的话25号才能邮寄到，太慢了，太耽误事儿了。其他的呢，我也不知道要不要买被子啊什么的，还是对于这个经验哈，咱没有，就是一个小白，所以说要看很多视频，看别人是都买了什么东西，带什么东西，对吧？必用品，比如说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。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咱带点面条，有个火，打着火的磕两个鸡蛋，鸡蛋也不能带哈，容易碎，就带点面条，有水，卡式炉。买大的话携带的不方便，买个小的吧，也是得刚好的那种。这个自行车上面驮的那个背包，也不知道怎么搜索哈，反正不好搞。现在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买了2样了，现在啊。一点一点进账，搜索慢慢琢磨，万事开头难。这个呢是我朋友的办公室啊，有点简陋，不过也挺温馨的哈。买了这样的一个帐篷哈，159块，已经下过单了啊。这个20号就送到了。要了这样的支架啊，不知道这个牢不牢固，花了29.9块。目前呢，就购置了这2样东西，等一下呢，再看一看，好好在上面选一选，尽量就是说快一点，早一点啊，自行车呢被朋友骑出去了，哎，好像是要封在那里封几天，3天以后才能骑回来，真的是，哎，啥都不想说了，大家有什么好的这个东西推荐？有经验的朋友可以给我留言，好的话我会在上面搜索去买。现在12点半了，朋友们，开饭了。这个是芹菜炒蘑菇，这个是凉拌猪头肉，还有这个辣椒炒鸡蛋，一人吃2个馒头。祖宗，我的快递我买了，过两天都到您这去了啊！可以。到时候你给我带签收一下，我要没在这儿行。啊，麻烦你了。那没事。回来我请你去吃这个牛排鸡中吧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啊？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啊？这菜多少钱一份啊？这个？7、8块。8块钱一份啊？这都是八块啊？这个7块。啊？猪头肉10块。猪头肉10块，啊，那不贵呀。不贵。加上馒头，馒头多少钱？馒头2块。馒头2块。晚上你吃啥？我来安排。晚上减肥不吃。啊？减肥不吃。呀，那都管了，吃饱了再减啊。吃饱了得减，是不是？啊。吃吧，饿了。哎呀。那吃吧。先尝尝祖宗买这猪头肉，确实那个味儿啊，你别说，还是不难了是吧？还是孜然炒的也有味儿，大锅菜炒的。啊，还有大锅菜了，大锅菜炒的。衣服都穿了4、5天了啊，也没换，也没洗，没办法啊，不想看他那个脸色啊。既然出来了，搞到过年再说。过年不行的话，就不回来过年了，直接在外边过。昨天呢，海潮哥给我说那个事儿哈，下乡包桌。说实话啊，咱不行，咱不是那块料啊，切菜、整菜什么都不会，是吧？去了赚给人家添乱，还是这个。按照自己的方向走啊，直达昆明。回家吃自助餐，你懂吗？中。啊？中。
这两天搁家吃点好了吧，等会儿过两天一个路上一跑，天天喝面条的煮面条的，嗯，是不叫还减肥是吧？对，嗯，别往三三的中，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自己跟他打仗没害怕，别的我倒是大没问题，你知道不？这猪头肉也是不打水，嗯，没酱那个酱油的啥的，是吧？嗯，原味的，吃的口感也可以。不是原味，而且啊，这味确实是可以的。嗯，再吃个馍。对，你买了，有人买了，我给你买了双倍的。不用不用，都是都管。嗯。买烧饼，里面加猪头肉，哎呦，啊，嗯，我吃肉干嘛嘞？北伐军兵锋直指上海，但上海情况不乐观。现在过了都跟那野人的生活也是，手机没电了，搁到苏总这和来充啊，衣裳是找不着地方洗，还得卖点粮食便宜的衣裳呢。嗯，吃俩馒头吃撑。还喝一罐可乐，以后都是少喝酒，喝酒耽误事儿。哎呀，我这边晚上哪有好吃了？大澳海鲜。大澳海鲜，嗯，我来安排，咱俩去吃去。多少钱一位啊？128一位。开的了吧？开的了。网上订票便宜不？便宜。多少钱？晚上订票128，原价158。里边有那个啥不？鲍鱼还这个和生蚝啥了？有，那这生蚝随便吃。那黑夜咱俩饿到七点去了吗？嗯，好，嗯，过两天都骑行出去了啊，这几天吃点好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到明天再见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勇，现在呢中午12点钟啊。昨天买的两个快递都到了，没想到这么快。这个手指支架呢放上去了，试一试，感觉呢有点小哈，放车子上呢它会不会就这样窜出来，怕有这种风险哈。这个帐篷呢是1.5米×2米的，先看看这个支架吧啊，看着还挺结实的，先用一用，如果坏了的话再重新买。这个是小件儿，这上面写了防潮、隔热、遮阳、野餐、睡垫啊，2米×1.55米睡两个人没问题的啊。就这个箱子装的，这个是干嘛的？这个是绳子啊，这可能是在户外的时候扎地钉用的。弹簧自动帐篷说明书。等一下看，仔细看一下啊，这一款呢是要的最便宜的哈，150块钱。这个是夏天在外边用的哈，我看它这里感觉很不牢固啊，不知道能用多久，这个质量有点担忧啊。先进来躺平试一下啊，还是挺宽敞的，这里边这上面一个挂钩，可以买个灯挂在上面。现在这个住进来，我感觉还缺什么呢？缺这个盖的被子，还有这个枕头。枕头的话有没有都可以哈，但是这个被子铺在下面的要厚一点，不然的话会特别凉。昨天下午呢，收到一位网友的私信哈，他给我发了这句话哈，说的非常全：卡斯炉、锅、被带、热水壶、睡袋、帐篷。充电宝，还有这个碗筷、刀具、充气枕头、自行车链条、气针、迷你气筒、内胎、迷你强光手电、骑行衣服、自行车、行李袋、洗漱用品、锅铲、运动相机。说的真的太专业了哈，这些东西我感觉买都不好买，还有一点一点买，这才买了几样了，自行车跟这个才买了三样了。还差很多东西啊，真的非常感谢这位网友。下午呢我再按照他发的在网上购置一下。嗯，
还是挺快的，挺方便的哈，一天就送过来了。他标注的是21号送过来，今天几号就送到了？20号就送到了，还是蛮快的。这个扎好了，好扎哈，得锻炼一下，看怎么让它收的也特别快。现在把它收起来。这东西不是多好装的哈，搞半天才搞进去了。